说呢2月14号星期六嗰日呢就阳光普照㗎，咁我揸咗架车就出咗街呢就食晏。由呢呢、這个九龙出发啦，行咗成粒钟都未去到。去到沙头角都未搵到。都未搵到位。未搵到位塞车。下午已经开始食。好彩听881阿发仔。情人节精选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嗰啲啦，咁都开心翻啲，你明唔明？由红磡一路铺到落去铜锣湾都系糖，好彩有啊发仔881嗰、那个把哥情深嗰啲啦，情人节献礼嗰啲啦，唔系真系好鬼猛啊！即系你知啦，今年嘅情人节我。13号晚在这个乐事佛台那些咪餐厅已经排到呢那些咁嘅波波啊，心形波波啊。好似周围都结婚咁样。最好笑，我有啲美国朋友嚟咗，我明明同你倾嘢咁啊，两个男马啦路。你第二个 menu 俾我情人套餐反鬼啦。好鬼激气啊！我十四号晚仲惨过你啦，我成班人六七个人走咗去沙田新城市广场，佢入到去全部啲台由大台变细台，佢你六七个人、啊、有台，不过得一张，你等唔等啊？跟住咧，我哋有啲饮下午茶地方咧，四点半，喂大佬prime time 嚟嘅饮下午茶，佢已经赶你走，因为我哋 set table for 呢个华伦节啊，你明唔明啊？沈友拖地啊，唔该大哥，黐线嘅，即系呢个西人节咧，即系。西人都冇咁行啊，系啦。点解今年香港人特别劲咧？咁啊又全部买套票啦，头先讲嗰啲餐厅、啊、晨早啊订晒嗰啲靓人靓景嗰啲咧，即系靓人靓景靓哥靓衫，你最好睇大城小事啦。呢啲咁嘅靓人靓景靓哥，由香港去到纽约，同埋靓特技啦，真系咧，嗰啲咁嘅餐厅咧，已经早爆满啦。咁、嗯、我哋喺度研究，点解会咁大件事？我觉得咧，唔系，我觉得一个理由嘅啫，好简单，就系、是、香港人经历咗旧年，佢、哦、觉得乜嘢都而家攞出嚟庆祝，稍有要庆祝嘅嘢，冇咗暗疮，庆祝系啦，即系佢要揾好多藉口，大家出嚟去。开心啊！而家最紧要，我咁大家有个新嘅启发啦。不过你话沉开心，你即系搵少少藉口都系沉开心。我成日觉得呢个沉开心咧好大技巧嘅。我今日咧听到一段好简单嘅故事，我本来想唔讲，我好惊，点解咧？我去走去食晏，咁啊走到搭台，咁啊撞到个男仔同个女仔又搭台，咁佢突然间佢认到我，啊你系何国梁啊？我系对唔住，好威啊嘛，唔系啊，跟住咁我就耷低头去食嘢啦。咁佢哋两个喺度倾，一个人食啊，梗系四个人食嘅。我嘅，我你啊，我都系搭得台有几多人啦、啊。咁我冇嘢做，喺度揭紧本杂志个心啊，里边喺度听人嚟讲嘢。咁个男仔同个女仔倾，女仔同佢讲，佢话咧过情人节咧真系都几辛苦嘅。咁个男仔话点解咧？佢话冇，我咧情人节嗰日咧就冇去到，因为我男朋友话唔得闲。不过咧，佢第二日咧就话补翻数咁，补翻数去边咧？过节咩？咁算啦，补翻数都好嘅。咁个女仔就不如去食海鲜啦。咁个男仔就话食海鲜，两个人去食都冇咩嘢拣嘅啫。咁佢不如咁啦，如果唔食海鲜嘅，我哋就食自助餐啦。咁但喺我嘅公司附近楼下嗰度间酒店，我食自助餐都 OK 啦。咁咁、嗯、但系咧，但系我而家就忙啲，因为咧就 book 咗呢个做 facial。咁咧，嗰个男仔，那个女仔啊。咁所以咧，你就要等我一阵。咁个男仔就话：咁样啊，不如咁啦。如果你做 facial， 不如我请你啊，当系我情人节嘅礼物啦。咁咁个女仔就好唉、哎，做 facial 都算啦。平时做400几蚊嘅，佢话费事个男仔使咁多钱。咁我咧就做个200零蚊噶啦。哇！呢、這个女仔真系好啦，你啲皮肤都受罪。呢个女仔讲俾佢朋友听。系啦，讲俾朋友听。即系话佢男朋友点样嗰日同佢过，系啦，第二日点同佢过。咁佢就话做咗个200几蚊嘅 facial， 咁跟住咧，佢话我好均真噶，我男朋友俾翻300蚊，我找翻20蚊先俾佢。哇！呢老婆做得几好啊！咁但系嗰个男仔咧就。我觉得男仔都几直嘅，佢话啊咁样，我请咗你做 facial， 不如你请翻我食饭啦咁。唔系啊嘛，佢直啊嘛咁。哇！呢啲咁嘅马路飞啦。唔系几好啊？咁但系个女仔就话，佢仲食咗300几蚊添，我喺度计下条数，300几蚊一餐饭，200几蚊一个 facial， 咁咪仲蚀咗100几蚊。
佢朋友仲话好彩啫，你好彩啫。如果净系食仲贵啊，我话如果净系食仲贵，咪惨我计计数400几蚊嘅话，200几蚊飞数，咁咪仲要俾多200几蚊啊？我觉得个女仔好好啦。唔系，即系我近时都做过花店噶嘛，咁情人节之前梗系贵，即系平啲噶啦。情人节当天梗系好贵啦。咁情人节15号嗰日梗系八折俾你啦，唔系真系八折啊，两折嗰啲啊。即系有咁平得咁平啊嘛。即系讲下先送。黐线，抵啲啊！即系将呢样嘢咧，即系好多美国好多网站咧，将呢样嘢咧就话：喂，你有冇谂下我嘅感受先？系咯，即系话我冇拖拍或者我冇老婆，咁、你见下我哋呢啲咁嘅人，你点算咧？咁当然有好多人就好识得自处啦，冇乜嘢啦，即系若无其事咁啦，或者自己喺屋企啦咁样样，即系永远都系，譬如嗰日成班女人。食晏分手咁啊，话诶，听日去边啊？我听日梗系有仔啦，诶、欸，我屋企个仔啊嘛，即系嗰啲离咗婚嗰啲咧，好笑咁，其实心喺度硬硬，哎呀，夹再夹，唔系真系好鬼无聊啊！我觉得，唔系当然，我觉得最无聊嘅地方就系、是、诶。唔知点解要前一日庆祝，或者好无聊地就系一定要谂一啲嘢去做，即系我几乜嘢噶，即系譬如我嗰日情人节当日。当晚我就话喂食即系两个食饭咁喂叫埋啲 friend 出嚟食啦，即系你所有嘅餐厅都买套票吓，咁即系情人节 A 同埋情人节 B 餐咁，两个麻甩炉，你嗰常餐特餐同埋早餐 A B A 餐咩？咖啡定系茶咧咁？我想食到我想食嘅嘢，点解要去嗰间餐厅俾你管住要食乜嘢个 course 啫？咁啊，跟住我不如叫多啲 friend 出嚟食啦，咁样样，咁我咪叫咗。我另外一个 friend 出嚟食，咁啊三个人食，哇食得鬼咁开心。你都好啦，搵到台。喂，因为我去嗰啲唔系情人节嗰啲地方食咯，即系去嗰啲食嗰啲咪四川嘢啊。同、我一条桥一样啦，就搵翻啲中式大茶楼。系啦系啦，棒棒声几廿人食。但系去到啲中式大茶楼都整个情人节 mood 俾你 mood 啊，M O O D mood。食唔食呢个罗曼蒂克嘅慕斯手包？或者呢个罗曼蒂克嘅水煮鱼，甜入。深嘅呢个菜脯蛋炉炒蛋咁，唔系佢将咧佢间铺头整到咧，好似洞房花烛嘢咁，仲摆啲合紧酒喺中间。哇！我大佬啊，我已经有老花啦，就嚟佢嗰啲咁嘅明明酒楼教到啲得啊鬼咁啊，咁啊摆到摆嗰个喺个台面度摆先，嗰啲咧我点香薰啊？微微吹下吹下咧，我真系俾佢激死佢咧。将嗰啲嗱，而家我而家直播室点香薰呢个，佢真系摆咗个台面，然后咧攞红丝带 wrap 咗，同埋攞一啲皱纸包咗。有咁暗得咁暗，仲识个茶杯吸住。哎呀，对唔住阿仔，我将个饭梗塞咗你个窿啊，鼻哥窿度添啊。阿嫲嫲唔好意思，嫲嫲嗰条鱼骨唔应该俾你，插咗落你个你个天灵盖头啊，掹翻出嚟先。我话大佬啊，我睇唔到个 man 料啊。跟住吴小姐冇办法，因为配合今日嘅情人节嘅呢个气氛，我攞多。支蜡烛俾你，同埋吴小姐，唔该你坐翻隔篱台，长毛嗰个先系，呢个系梁国雄嚟。佢攞翻支蜡烛嚟，真系想讲句粗口，打孖上，跟住啲筷子换晒红色啊，好似神台咁。嗰啲晒啊，系啊，嗰啲酒杯、嗰啲电酒嗰啲咧，胶嗰啲，嗰啲餐巾啊变晒红色。跟住喺个门口整啲玫瑰花瓣铺喺个门口度，争啲俾佢扇死啊！大佬，佢冇见到龙剑生同阿梅雪诗嚟唱香腰嚟听。喂，大佬，你唔好搞呢啲嘢啦！你明明食中国菜，哎呀，真系俾佢笑死。嗰啲侍仔同埋嗰啲经理有冇扮到店小二咁出嚟啊？咪整嗰啲咩咯？结婚嗰啲有个球位做乜嘢？懒大旧嗰啲，然后凤冠霞帔。明明食中国菜，嗰啲都唔系剩女。最惨离咗婚嗰啲，个老公带住个仔，带住铜锣仔食餐饭。咁你知所有嗰啲咩关于少少关于爱情嗰啲咩嘢？迷失东京啊，大城小事唔怕搵到起飞啦。咁唯有睇迷失东京，我揀咗琴晚睇咯。
於是14号嗰晚，我食完餐饭就去咗探班咯。完全 match 系咪？系即系夹硬做一啲唔 match 嘅嘢。完全要忘记呢一日。跟住望住呢个张学友同刘德华，钻研下佢哋嘅演技啊！一坐就坐咗两个钟。终于能够度过呢、这个相当唔情人嘅十二点啊，撇啦，跟住 book 咗个按摩翻屋企揼。你个按摩师傅扮到好似情人咁出现啊，黐两撇须喺个，唔系佢除晒衫攞啲丝带 wrap 住。你听我讲几多爱，即系乜嘢都系情人节，我最顶唔顺我啲胶布，一个个圈你晒啊，系啊，真系攞胆。我觉得真的好像爱国咁一个反情人节的黑心会啊，即是有个叫黑心会啊嘛。总之就你情人节呢，我就自己做返我自己嘅嘢。咪专诅咒啲情侣先啦。快啲啦，嗱我冇啊，撇佢撇佢，希望佢哋分手。扮树啊，搣佢劈劈等佢知道。所以今日新闻咧都报道话咩啊嘛，即系话而家咧啲人咧好即食啊，乜都，因为大家所有嘅时间花咗喺自己嘅事业啊，花咗喺自己嗰、那个即系工作搵钱啊，咁啊即系过晒嗰啲咩标梅已过系咪？系即系过咗度啦，即系39岁啲男人又搵唔到老婆咁，咁跟住咧而家咧就每个月咧嗰啲生意都递增啊，呢啲月老。或者那些什麼六個人一起吃餐飯啊那些。不是直情現在講的是婚姻介紹所。直接。是啦直接了當。費事搞那麼多啦。因為他們那些就是說真的幫他他們就幫他們篩選過的。他同埋呢他說現在越來越多學歷高條件好。咁於是呢他就真的幫真心幫他們篩選過然後去 match。咁真的有一些成功的个案是找到老婆情投意合结到婚。咁跟住呢要借媒呢即如果要你真的结到婚呢就借媒2000元。啊咁少嘅做咩是啊 ,2000元就咁跟但是。即成功先要畀钱嘅。唔係未成功就嗰啲叫入会费啦。係啦係啦。即嗰啲叫手续费啦。咁如果成功咗之后你两个真係结合咗啦。咁要畀2000元佢。奖金啦啫。咁但係有时啊即系而家时代真系好唔同啦，即系近时我哋叫盲婚哑嫁，即系而家嗰啲报章杂志都访问咗一啲公公婆婆，咪着翻婚纱，然后话49年，我睇到一单新闻几好笑噶嘛，话49年结婚，咁跟住当时咧就系阿妈就帮我喺隔篱条村揾到个男仔，于是就相睇，咁点知后屘咧相睇完之后都觉得啊嫁得，点知后屘咧有个人。嗰啲三姑六婆就话俾佢阿妈听，就话喂你唔好嫁佢俾佢啊，佢老母好恶噶，咁谂住就缩晒。你点知啊？咁啊，师奶我嫁过啦。唔系佢村嗰啲人通水话俾嗰个女仔听，哇你嫁入呢度啊，恰死你啊你奶奶，唔好嫁。咁跟住嗰阿婆咧就话啊，既然咁即系嗰个奶奶咁恶，我就提高啲聘礼，等佢咧知难而退。好啦，我提高到49元啦，咁样。你一讲紧50年前，我谂我开呢个价49元，佢实唔制啦，唔知16斤猪肉，16斤梅菜嗰啲啦，15只鸡咁样，系啦，哇，我开到天价咁样，喂，50年前40几蚊系好贵一件事，我点知佢唔缩沙喎？咁咪嫁咯咁，嗱嗰阵时又咁简单，即系话嫁就嫁得啦，话嫁嫁，咁当然好多失败嘅例子啦，即系盲婚哑嫁，当然有好多失败例子，我哋唔知。只不过我而家睇到啲报道系成功嘅例子，梗系啦，挨到而家仲唔成功？咁但系而家个世界又翻翻转头啦嘛。现代嘅盲婚哑嫁，即系现代盲婚哑嫁，当然咁你梗系会沟通过。咁但系你赞唔赞成呢样嘢啊？我麻麻地嘅啫，我成即系你觉得情愿揾唔到，梗系啦，唔俾钱人帮你揾啊？我成日都觉得咧，如果你真系拍拖嘅嘢咧，你咁急咧，通常都系太过做，即系急到咧嗰个决定唔正啊，睇唔清楚。唔系，我喺度谂，究竟呢啲系咪？即系爱情啦，因为嗱，爱情有好多种，有啲叫一见钟情啦，系咪？咁有啲一见钟情令你好心跳啦，有啲咧可能日久生情啦，有啲啊即系可能系巧合地结识。
但系就经过又离离合合，即系有其实好多种。但系如果你去到嗱 set up 咗，我而家 set up 咗何国梁同吴君如有人介绍，咁我哋其实个心理已经准备定，准备好晒啊，系咯，即系准备好晒。其实爱情最过瘾笪地方就系你嘣一声嚟啊嘛，或者系喺嗰个过程里边咧，又猜猜度度估下系定唔系啊，嗰阵先得意啊嘛。你都两个都 ready 晒要结婚，两个都 ready 晒，所以有阵时嗰个眼镜戴咗有色眼镜啊，即系好多嘢都可能 judge 佢嗰阵时候咧系唔够公平啊。即系譬如我觉得爱情最正系咩？譬如我有个同学，佢一世都系未拍过拖，未结过婚，冇个男朋友，剩一名老处。但系居然突然间我撞翻佢咧，佢一年之内结咗婚，生埋仔，个女仲三个月，即系佢话佢突然间有一日有遇到个好啱嘅，佢有个朋友介绍俾佢识，跟住拍咗拖几个月，咁啊搞嘢啦，咁啊搞嘢大肚咯，咁大肚之后结咗婚，个女啱啱头头尾尾年一年松啲啲噶咋。咁呢啲好似好正咯个 feel， 你明唔明啊？即系一路喺度等紧个爱情几时出现，咁点知有一个出现咗好啱倾，所以佢亦都系成个人瞓个身落去。咁但系其实呢个话分两头嘅，其实佢都 ready 咗好多年噶啦，即系等于其实都系俾钱嗰只月老一样。不过撞啱就，只不过嗰个月老会唔会已经遇咗好多人，佢都觉得唔啱先，定系一路等极都冇撞啱？佢遇到好多人唔啱，系咯，佢撞到佢拣择啫嘛，咁又唔同。如果拣择，如果拣择又唔同。系啦，但系我正话讲话，听到你讲话嗰啲，可能已经一路等等等等等极都冇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走去揾一个咁样嘅机会，咁然后一。个心里边已经预备好晒，一见到啱嘅就走埋去。哦，即系你话佢一世都未遇到一个真系拍散拖啊，去街嗰啲啊，系咯，我谂好少会咁。有大把，系咩？会好多，真系。即系完全都冇同人，因为真系嗰个手仔冇，因为喺个生活里边少机会。有啲真系嘅，我有啲朋友佢自己，譬如佢做护士嘅，佢话我成日都翻到去打针啦，齐科打针。呢度病人嗰啲，你觉得你估真系风流医生似护士嗰啲咩？有几多个病人？系咯，见到嗰啲通常都病嘅，系啊。个护士系张柏芝啊，大佬。正正就可能佢一生里面可能都期望有个病人任贤齐咁样。净系随父打针。同埋佢又觉得啲医生咧有啲嘢实在太高傲啦，佢又未必夹咁。咁啊慢慢等啊等等等等等，等到一日佢就话唔得啦，我都系要参加啲咩六人啊八人饭啦，食餐啦。即系一路其实生命里面都冇一啲真系拍下散拖啊，沟通下都冇。冇。所以我有啲朋友佢搞嗰啲嘅咩青年嘅中心咧，佢真系搞一啲咁样嘅旅行咧，遇到一啲卅零岁真系从来未拍过拖嘅，咁啊趁住去露营嘅时候，咪希望识一个啦。佢话我有朋友见过一个真系当晚就见到佢三点零钟开始已经拖住手仔，然后跟住又结埋婚生埋仔，而家都唔知几幸福啊咁。即系嗰啲路人套餐，嗰啲唔系嗰啲系啲青年中心搞啲露营活动咧。哦，即系其实都系借啲耳名嘅啫。系啦，大家心里边都系谂住一个桥嘅，就系一个就系搵仔搵女啦。我觉得法国嗰间百货公司正咯，即系大家可以贴块板就揾另外一半，佢有个心啊嘛，咁然后咧就搣咗另外一半，又有个名，跟住你揾喺个百货公司揾另外一半啊嘛，睇撞唔撞到嗰个。咁但系佢有个板就叫一夜情板同埋揾终身伴侣板啊嘛，哇！我觉得呢个冇得顶啊，有啲拣你嘛，我两块都贴，撞到乜嘢就算啦。我玩完呢个咪揾过咯，你拉我咩唔通？系咯，我觉得呢。百货公司好掂啊，真系，同埋有够胆摆出嚟嗰度驾驶啊嘛，系咯。吴君如、何国梁，哇哇哇，打到嚟。咪讲起呢婚姻介绍所咧，即系虽然话而家越嚟越多人学历好高嗰啲咧，去揾翻自己本身嗰个 category， 嗰啲咁嘅人啦，即系差唔多水平啦，差唔多学历啊、入息啊咁。系啦，即系佢帮你已经嗰个月老已经帮你筛选过，戴咗一个即系眼镜，即系一个有色嘅眼镜，即系要嗰啲门当户对嘅感觉，仲系留喺度，即系仲系呢一个咁嘅谂法，系啊，嗬，即系我觉得，同埋最衰嘅嘢系点咧？女仔渣啲咧，低啲咧就冇所谓。如果你调翻转头，男仔个学历啊、入息低啲咧，佢就好似唔系好想咁样。系啦，咁佢又唔会揾翻一个学历高嘅女人。去配一个可能只不过喺揸车咁样嗰啲，做咗普通嘅工作啊，可能做个文员仔啊咁嗰啲。即系冇可能一个女律师，我帮你搵一个揸车咁样嗰啲咧。即系我觉得个社会都系停留咗喺个阶段。咁咪得。冇错，除咗喺人类嘅世界里面咧，其实动物嘅世界都系一啲咁嘅。
派别之分嘅，即系有分开边啲啱，边啲唔啱。即系话说咧，即系阿斑马咧，原本就好爱阿小鹿斑比嘅。哦，咁其实咧，佢成日都同阿小鹿咧，即系表达爱意，即系好深深相印咧。系啦，咁但系次次咧都遭呢个小鹿拒绝，咁阿斑马咧好嬲咁啊，点解？点解？呢一切都系点解？咁啊，咁于是小鹿咧就表明佢嘅心迹，就话。我妈话咧，纹身嗰啲都系不良嘅少年。斑马话：你想我点？我生出嚟就系咁。所以阶级呢样嘢咧，动物界都系有的。动物界都有啊，譬如熊猫咧，熊猫又又好中意小鹿噶。咁然后咧又表达爱意嗰阵时候，捉啊佢，巨鹿巨鹿俾呢个小鹿拒绝。咁熊猫又大叫点？解呢一切都系点解？咁小鹿就话：你知唔知我妈话？又系阿妈话。我妈话大麦超嗰啲咧，都系华人啊，都系黑社会啊。嗱，蜘蛛都遇到呢个困难噶。蜘蛛冇大麦超啦啩？蜘蛛就好中意蚂蚁嘅，系啦。咁蜘蛛咧同阿蚂蚁咧就表达爱意嗰时候，又遭拒绝。即系蚂蚁就话啦。咁蜘蛛就大叫：点解呢一切都为咗点解？咁咁蚂蚁就话：唉，你知唔知我阿妈话咧，成日喺网上边发呆嗰啲人。都唔系好人嚟噶，我唔系 I T 人咩？我又喺网上面嚟 I T 人啫嘛，成日喺踎喺个网嗰度，唔系好人啦、啊、咁样。嗱、啊、呢、這个就惨啲啦，苍蝇啫，乌蝇，乌蝇又深爱蜜蜂，吓、啊，即系乌蝇同蜜蜂都识飞噶嘛，系咯。咁乌蝇又同阿蜜蜂咧就表示爱意，即昆虫界都有事。系啦，咁阿蜜蜂咧又。断然拒绝咗呢个乌蝇，咁乌蝇就大嗌：点解呢一切都为咗点解？我只系只卑微嘅乌蝇啫，咁你都唔俾我。冇错，咁蜜蜂就话咯：阿妈话咧，拣老公咧，唔好拣啲中意食屎。因为乌蝇系好中意捞屎啊。所以呢在动物界都有昆虫界动物界全部有阶级门当户对还有阶级还有好的习惯才行你说几可悲啊这个世界还有门户之见怎样才可以去找到个好的伴侣哇真是海底捞针啊即如果有这么多规范有这么多大家什么约定什么俗成的东西去規限咗大家梗係揾唔到啦。咁但係我又明白咩叫即係 blue blood, 係配返 blue blood 嘅。因为真係你唔明佢點解会咁着㗎嘛。即係啲 blue blood 又唔明點解嗰啲低下层咁着。啲低下层又觉得着 blue blood 嗰啲嘢就好辛苦㗎嘛。亦都唔会明點解佢哋食饭嘅时候呢真係刀刀叉叉用得咁鬼流利嘅。而我就一对筷子呢已经搞掂嘅嘢呢係都要我用咁多刀刀叉叉呢。即係嗰啲 blue blood 会去耐唔止去食碗云吞面就觉得好过瘾。係啦沉咗手臂。餐餐叫佢食佢就会敏㗎啦。不过真係㗎喎你调翻转头我哋呢啲 non blue blood 嘅。去到食法国餐。我係 off blue blood 。我又唔係完全係但我又唔係完全唔係。我叫 off blue blood。我嚟諗起度好肉酸嘅嘢。咩呀我咩辣㗎唔管得呢啲咩辣。喂我话食法国餐我总係唔会明白点解你坐到埋位嘅时候呢佢例牌梗係有隻碟摆喺你面前㗎嘛。你一坐到埋去呢佢就拎鬼走你嗰隻碟㗎嘛。我成日都话做咩你走我隻碟啊你做咩咁。佢明显就 set 好晒个 table, 嗰度有隻碟㗎。喇。但係当你一食完一坐埋位坐埋位点完菜攞隻你碟。佢做咩攞咗隻碟做乜鬼呢咁你入去厨房装啊。餐蛋饭啊睇你都系。加隻加顶帽啊。睇你个衰样都食呢啲㗎啦长毛咁系咪激死我。你有冇资格食啊冇错啦。但係佢又唔系攞返咗碟俾我㗎喎你攞咗个碟去做乜鬼啫又银碟嚟鬼咁靓喎。我即系个银碟其实我哋垫底㗎。我又唔知。即系好似中国人食完啲渣掠落去个银碟度。摄啲骨落去下面睇唔到睇唔到。睇完就呕血落。见到我哋摄晒啲骨喺个底度。你原本我哋想讲校园暴力事件。讲咗成粒钟。
就讲呢一个讲爱情，讲呢个情人节，同埋讲昆虫界嘅阶级观念。唔系讲开昆虫咧，我都有想岔开讲少少，岔咗好开噶啦。而家呢个禽流感啊，即系新闻呢两日咪讲到冚冚声，啲人又闹话政府即系杀一儆百，嘥钱、嘥公帑、嘥人力物力。即系话如果香港发现有一只鸡患上禽流感，杀晒其他鸡犬不留，岂止系一个江湖啊，一件不留呢。简直是这个明代那些同我放血做得好好看看不是他说现在赔回30蚊一只鸡嘛，咁有计过香港全港嘅鸡，如果要赔晒，如果发现一只禽流感嘅龟，就要赔8000多万啊嘛。咁呢几日好多人抨击啦，不过我都觉得有啲问题。即系嗱，假设我系一个好噏耷嘅鸡佬，我好一个好噏耷，一日都买唔到半只鸡嘅鸡佬。咁然后咧，我咧就手头上摘咗好多鸡，咁然后咧我就有一个立心不质量嘅，咁我就走去中国大陆搵。只禽流鸡翻嚟，妖只鸡死咗，好过开档做啊，系咪？但系呢条桥好多人都讲过噶啦，话香港嗰啲咁样嘅瘟疫咧，全部系咁样弄条咁嘅屎桥搞噶嘛。当初未政府未话赔钱噶嘛，而家政府赔钱，有冇人话？话如果有一啲咁嘅人会谂呢啲咁嘅屎桥出嚟啊？以前真系传过系咁样讲噶嘛，话啲人咧就自己啲鸡咧扎住洗度，惊卖唔去，之后就整到佢咧好似蛋污糟咁，然后屈嗰啲咁嘅菌出嚟。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唔系，但系嗰阵时冇钱赔啊嘛。但系嗰阵时叫一拍两散啊嘛，谂住香港政府赔啊。赔下咧好啊嘛，定系政府？你知道我哋个政府几爱国噶啦，咁系咪？咁而家出资呢啲谋利谂到呢条桥出嚟，等到香港政府赔咯噃。咁但系真系咪可以走翻中国大陆搵到一只禽流鸡翻嚟咁架势啊？我成日都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嘛，敲门唔该，请问你屋企呢个禽流鸡嘛？佢感冒咯，俾啲冷衫佢着，咁都唔会变做禽流鸡噶，叫感冒鸡啫，咁都系。咁会唔会咧？你对呢件事点睇法咧？社会学系，我只系觉得冇人咁蠢翻中国大陆周围敲门，咪冇禽流鸡啫，真系打死多个病死啦。自己攞翻嚟都冒住生命危险，咪系咯？自己一个唔觉意整到自己身度，唔会有人咁做嘅。我觉得唔会咁蠢，亦都唔系。咁容易明白咩叫禽流雞，咪點驗到出嚟啫？你之後翻去點樣揾一隻雞落嚟？真係話我要揾一隻禽流雞，你揾到話咧？唔係中國大陸乜都有得賣，只要俾得起錢，大陸就可以研製一隻禽流雞噶。不過你咁講係真，我真係聽。香港大陸乜都係假噶嘛，豉油係假，雞蛋又係假，只要佢有人賣，咁佢就會有人做啦。我聽個朋友同我講過，佢話曾經咧有啲日本人咧翻過中國大陸買一樣嘢嚇死我，佢話佢可以買熊貓啊！哇，你唔係真係買？喺屋企养啊？唔系，净系喺个街市有熊猫卖，黐线！系噶，翻到有两只熊猫系新鲜嘅，有两只咧系熊猫皮嚟。我哋唔好呃我啦，真系噶，我人扮噶，唔系咧，真系成只熊猫啊！街定零零啊！黐线啊！你讲都系讲，唔系即系大家都讲话乜都可以买到。我头头估仲以为系飞机大炮、高射炮啊、太空船啫，话熊猫咁样唔好呃我啦，话熊猫小事啦。乜嘢都有得红人啊，鳄鱼都得买。唔系，但系好多人仲唔惊噶，都制继续食野味噶。即系虽然话果子狸系一个最咩人好得意嘅，即系等于嗰阵时啲人都话，譬如泰国点解咁多 A 市咧，好多时佢就话嗰啲长途嘅货柜车司机咧都唔怕死噶嘛，都唔肯用呢、這个哇急起上嚟点啊？咁但系好急啊，又搵唔到袋，咁啊点算啊？咁都好过用过嗰啲咩超级市场袋？点揸个廿几钟头车啊？系咩？穿州过讲到呢样嘢好似好提神咁样，梗系啦，醒一醒。成个人，好过你食嗰啲咩丹咁啊！浑身是劲啊嘛，砰砰声，即系唔怕死嘅人好多，所以你话够胆，即系等于我自己早个礼拜走翻去食嗰啲诶鸡嘅时候，那个诶 canteen 嗰个阿姐都同我讲：，喂，你仲咁胆食，你唔惊啊？我话冇嘢啩，鸡嚟嘅啫，咁容易有禽流鸡咩？咁即系自己都发觉，原来自己都系可以唔小心噶，系都冇所谓噶嘛。系啊，譬如今日我行超级市场，见到只鸡，唯一只烧鸡喺个波。你喺度转紧，我净好大香你，我啊一声叫出嚟，我话啊，点解有鸡啊？我净觉得有少失仪啊，即系见到只鸡咧烧紧喺个炉嗰度咧，拍得咁鸡多，鸡啊咁样，好开心，大香如故知啊！林小姐，我哋呢只系巴西运嚟，识跳森巴舞。
呢只三花鸡，久违嘅真系，同埋冰鲜啊，你唔使咁惊。而家好似见到啲鸡啦。最惨而家你唔食得鸡之外咧，有啲地方连乳鸽又话停埋。系啊，仲有咩咯？又话唔又停埋，乜嘢都冇得食。我去呢个咩靖国神石，唔系可以话。黐线！我去呢一个浅草，系话靖国神石俾人劈啊！劈啊！定唔系我呢个浅草庙拜神，咁啊喺日本啦，咪去入上礼拜咪喺日本嘅。哇！嗰啲白鸽通地飞，嗰啲人仲冇意识过周围喂。哇！我已经攞住件大褛冚住个头，穿个市场胶底笠住。唔系啊！我几惊俾人掟落嚟，啱啱食剩个鼻哥窿，咁我就中招。就索咗落去就大件事。即系日本仲未有呢个意识噶，都人好得意噶嘛！你成日见惯咗之后，总系觉得呢啲咧安全嘅，见惯咗冇事嘅。但系呢啲咁嘅飞禽咧，真系你唔知飞咗去边。喂，同埋啊，我哋而家最旺盛就系呢啲呢啲咁嘅叫细菌感染啊嘛！即系我哋意识好强啊！继沙士之后，喂，我你知唔知我有啲朋友系惊到点咧？我惊到佢啊买咗架波子，嗰架波子啱啱落地，沙士一嚟，佢生咗个女金波咯，一个女一岁，结束晒佢高薪厚职，然后走去移民，就为咗避沙士。系啦，咁而家沙士而家就开始话变种啊，或者唔会咁容易传染啊，诸如此类。传人啦、啊，咁我又要焗住翻嚟。但系有禽流感啊嘛，美国。系咯，咪系咯，我话你而家翻嚟又遇到禽流感，根本呢个世界咧，我觉得咧去到一个地步咧，我觉得就唔好去呢、這个。对生命挑战，即系我觉得咧就该死唔使病，好老土。即系等于你条命嚟嘅。你早轮你咪话咧，开始到呢个年纪咧，人咧就开始要接受咧，要面对呢一个验身啊，呢样嗰样嘅嘢啦。咁其实而家咧，你面对而家呢个社会里边咧，都要学识习惯咧呢啲咁嘅古灵精怪病，因为咧好多呢啲咁嘅细菌根本啲医生啊或者咩科学家其实自己都未知咩事，亦都唔好讲话自己知道点去医咁。同埋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啲污染越嚟越犀利咧，嗰啲菌系会识得自己变种噶嘛。咪系咯。咁啊，等佢变种嘅时候，你就要学去面对咯。当时个沙士咧，真系吓咗好多人。嗰啲人就一知半解。但我又唔明嗰啲咧，高薪厚职嗰啲应该识好多医生啊。以为走得去边嘅？咪系咯，你走得去边啫？而家去美国食唔到牛肉，又唔食得鸡。咪咯，我今日去超级市场，我话有冇美国牛肉？仲有，摘咗几耐嗰啲？四年前，啊唔想惊，唔使惊，呢四年前已经劏噶啦。唔系最好笑，我琴日去食意大利嘢，咁跟住我仲有冇你最好食嗰只 rib eye？ 佢有，我摘咗几耐放险，唔使惊。我哋啲顶级牛肉嚟嘅，一顶级咧讲到就唔会濑嘢嘅。通常濑夫牛症嗰啲咧都系 cheap 嘢噶 ，cheap 嘢。真嘅咩？我系唔系啊？细菌嘅嘢真系唔睇你边个阶级噶，真系。咪系咯，我话咁可能即系有啲道理嘅，即系可能或者嗰个农场佢买嗰啲饲料比较即系饲料啊，各样嘢都。跟住規矩做，不過我成日都講句咧，美國人整嗰啲咩太空船又好，嗰啲咩穿梭機咯，劈到上去咪一樣會爆。有時候你唔知道人嘅好得意噶嘛，少少錯誤就會出事噶啦。咪係咯，我避得避啊。咪你匿到去邊度都有細菌噶啦，自己乾淨啲咯，所以咪係咯，即係唔使去到嗰個真係結束曬嗰啲嘢，驚個女乜嘢。同埋而家開始啲人都會講啦，好多時咧啲研究咧都翻嚟，以為以前嗰啲常識嘅嘢咧，你而家開始用咧。我新近睇一個報道，佢原來咧發覺話咧好多過去嗰啲咁樣嘅知识你而家未必啱用，例如话以前咪好兴讲话癌症咧，如果你患咗癌症话，人咧要保持乐观咧就得噶啦咁。啊，如果有个研究话唔系啊，保持乐观都冇用嘅，唔紧要嘅，悲观啲可能你会仲好啲，你自己都保持自己得噶啦。咁系啊，点解边度讲噶？佢一个外国嘅研究咯，咁所以话如果突然间话发现可能悲观都话好事嚟添。哦，系咪讲个美国专家突破性发现，做人悲观赢钱多？嗰个净系赌场已经话俾阿泽听，原来悲观可以赢钱啊。唔系咁，但系系咩？呢个话喺个好突破性研究，即系而家嗱，譬如我正话讲一个咧，就话悲观同个癌，唔系咪悲观啲人谂嘢稳阵啲，所以喺赌博，即系譬如炒金、炒银、炒股，衰过咁样，会稳阵啲，即系起码佢知道自己随时会衰，即系几时识得收手系嘛？哇，佢而家个讲法系咁啊嘛，就系反而调翻转乐观嗰啲人咧，觉得唔怕衰咧，唔怕输咧，就系咁去啊去啊去啊，吓咁啊变咗到头来又会输翻啊！咁呢个对于你自己搵钱个哲学啫，但系对于我唔信话，对于癌病是会悲观会好的、哦、所以他起话他的讲法就是你不要以为乐观和悲观呢就必然是有一个悲观你说搵钱呢对于这方面我认同、啊、或者可能即悲观的人呢什么都稳阵一点的、啊、即是什么看淡的或者什么负面一点的于是他落手就没那么重或者另一样东西他悲观呢他知道自己呢是危险他自己会炒很多网上的资料去看还有
癌症或者健康呢样，我又唔系好赞同、啊。即系佢个研究冇讲个健康嘅。佢主要就系话同癌症嘅关系。嗱、我觉得其实癌症呢样，我曾经节目都讲过，系你要保持住中立啊。你太开心，啲细胞又会嘭嘭声。即系益咗佢。系益咗佢。你太悲观，佢就会中多啲。因为你嗰个抗体少咗。系啦，要抱住呢个平常心。但系我琴日。同我朋友讲话，而家越嚟越多听到边个又有癌啊，边个有癌。譬如有啲朋友从来唔食烟嘅，咁佢有癌，原来有啲癌咧冇 symptoms 嘅，譬如肺癌，佢会唔会咳啊，唔会呕血嘅，佢原来已经咧去到第四期啦，即系潜伏咗成十年八载咁，走咗落个骨啦。咁就譬如有一排啊，我条腰骨唔知点解咁鬼死痛，咁原来其实个癌已经扩散咗喺某笪地方，咁有啲已经系咪条命先？系咯。好啦，我琴日同我啲朋友讲话，既然如果唔开心，即系。如果开心可以战胜癌，因为好多人都话其实乐观可以战胜癌嘛。我哋就谂啦，啊，你有冇听过？即系喺度周围问啲朋友，喂，你有冇听过一个身边嘅人好鬼死开心，但系佢生癌啊？通常真系问真嗰啲几唔开心，好多忧虑，或者有一样嘢打击佢就会啲癌嚟噶。因为其中即系你周围问下人啦。我而家想做下呢个统计啊，就你冇识得一啲人好开心，但系佢无端端生咗癌啊？我都冇咩人好开心啊，我身边我惨，你问我就死啦。所以我觉得通常都喺身边听到话生癌，佢就系、是、我通常遇到啲朋友。生癌嗰啲咧，就系、佢失恋、婚姻打击、或者个配偶唔喺度，系咯。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半一半嘅就呢、這个。如果我睇个讲法咧，就话有啲嘅讲，即系如果系点样可以令到你个人咧，即系会开心咧，积极啲咧。积极嘅意思唔系就单纯系乐观，即系唔系净话，个天咧一定会光嘅，听日一定会好嘅，唔系咁简单。又话咧，你积极意思包括咗你改变你嘅生活习惯啦，你可能你停止咗吸食烟啦，或者你系煮嘢食嘅时候，你小心啲边一啲有发性高嘅嘢你唔食啦，甚至乎你上网 check 多啲嘅资料，知道啊、有啲病咧，譬如话甲状腺癌系好难死嘅，或者系一啲嘅肠癌，香港医得好劲嘅，或者系嗰啲咩鼻咽癌，香港好架势嘅，九啊几个 percent 啲人生翻嘅，咁你咪会舒服啲，可能个人稳定啲咧，冇咁大压力咧，你嗰个病就冇咁容易复发。抱住一个即系平常心淡嘅心。即系你嚟到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咁啊，可能觉得开心心。咁我觉得呢啲咁样就唔需要一定要过分乐观，又唔需要过分悲观。因为琴日阿张卫健打俾我嘛，咁佢话喂，你我介绍一个人俾你认识啊，你访问下佢啊。佢我谂住鼓励下一啲患病嘅病患者。佢话一个咧，即系喺而家都六啊岁噶啦，即系专系帮一啲大牌歌星做衫，譬如阿 Leslie 啊、阿罗技啊，即系嗰啲咧。即系佢话好有斗志噶。佢话佢当年系即系帮佢就系第一套衫帮阿哥哥做嘅，哥哥就俾人咧戴顶帽，然后唔知喺沙田马场唱完俾人抌顶帽落台，俾人飞翻上台嘅。咁跟住阿哥哥仲话喂呢件衫得唔得噶？即系佢嗰时仲未红噶嘛，佢即系嗰件衫太激啊。咁嗰个阿姐咧就帮我再做咗呢件咁嘅衫，佢就话得噶啦，喂。做人梗系为咗自己开心啦，你开唔开心呢件衫，你着得靓唔靓先？最紧要你舒服啦。最紧要你舒服，你开心啊嘛，咁样样得噶啦，俾胆你去，咁啊，佢真系着咗呢件衫出去唱，点知真系俾人掟翻顶帽上嚟。呢个经典啦。咁啊，呢个经典啦，系佢知啊嘛，嗰日到后来喊啦，揽住佢，佢傻啦咩？你一定会乜咩咩噶，你一定会点点点噶，你唔好为咗呢啲嘢，佢哋唔识欣赏啫咁。点知佢两次癌病，佢。病到死死下，佢咧就是、战斗隔离嘅。医生话：你食嗱，医生去到点样同佢讲咧？食得几多得几多啦，开心啲啦，姐，你食得几多得几多啦，中意食咩食咩啦，食翻烟啦，不如系啊，即系咁样讲。佢话唔好做手术啦，冇用噶啦，咁唔得做。做喎、坚决要做，坚决要做，做完之后第二日出院，然后继续做翻平日做嘅嘢。系啊，继续唔知同边个演唱会度身啊，做衫啊，乜乜乜，跟住做下就晕咗。咁你入咗医院之后咧，咁啊养翻好翻，两次癌复发。咁跟住琴日的甜咪打嚟，佢喂真系好值得。古呢就叫佢上嚟节目讲下佢人生嗰个睇法啦，即係对一啲即係患病人好大鼓励性㗎，即係话虽然佢可能或者机能上面有啲嘢冇得解释嘅，可能你要你好返就好返，但係佢话佢个铺战斗格呢，即係唔会驚你㗎嘛，你嚟啦咁我又照做。喂，同埋一样好紧要嘅，即係等于佢同阿哥哥讲一样啫，如果你自己做嘢做得舒服，你自己信你自己，嗰下已经赢晒啦嘛，我理得你个天意系点样，我理得你以后个日子点样啫。
因为当时可能佢未红，好冇信心，啊、你又着到咁样，咁啲人唔中意真系一线噶嘛。咁所以我觉得佢即系虽然我哋而家未有机会访问佢，咁、啊、但系我觉得好劲咯。佢而家60岁啦，仲系已经经历过两次，同埋对个条命一定有啲新嘅睇法。系啊。